来参加我们国防部所举办的国际高阶将领班的各位，都是各自国内的高阶军警将校。我们第十一届的学员里面，一共有来自八个国家，19位学员。我要以中华民国三军统帅的身份，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。各位将会在台湾停留3个星期，我也希望各位参与我们的高阶将领班之后，能够有很大的收获。各位所就读的高阶将领班，过去有它的特定的历史背景，不过在今天已经转变成为台湾跟其他国家互相交流的重要管道。各位来到台湾，除了上课之外，也能够实际看到台湾的建设跟社会的实况。在受训的时候可以看到，也可以了解我们的建军备战的部队训练，也可以透过参访看到台湾丰沛多元的文化风貌。你们可以结交很多朋友，过去曾经来台湾受训的学员，回国成立的校友会，当他们有机会再回来访问台湾的时候，也都会要求回到复兴岗巡礼，回味一下在台湾的生活。我很有信心，大家来到台湾一定会喜欢台湾，回国之后会永远把台湾放在心上。我要再一次欢迎各位，也希望各位把台湾的友谊成为你们最大的收获。谢谢大家。